做人呀还是实实在在的好，就我们这样的奶油苹果呀居然被那些坏人能卖到10多块钱一斤，我们农民呀辛辛苦苦一辈子都没有吃过10多块一斤的水果，今年呀我们农民打算自己卖，你们呀吃着也放心，关键价格呀还特别特别的便宜，满满一大箱只需要一份早餐钱就给你包邮到家，不信呀你来我直播间看一下。哇，这个苹果好大。